简单完美日，明日简单完，欢迎来到简单人生的更新公告啊！今天是我们的2月20号，那更新了什么呢？首先，我们的圆心夺宝最近圆心城出现大量的滴血红钻啊，真的是要血染圆心的时代哟啊！好吧，那这个我们晚点介绍。那再过来，圆心城的新规则，目前的戒严时间调整为凌晨的早上1点至早上9点哦。那延后了圆心城开放的时间啊，开放时间变短了一些些。以前我记得是凌晨3点到早上8点啦，那现在是圆心城的时间小了一点点哦。那被击倒后2分钟内会自动标记凶手，这个到时候我们再看看。那重点是这条圆心城的武器耐护甲消耗、耐久消耗降低75%哦。那基本上就是鼓励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圆心城打打架啊，去皮皮啊，好好的去玩一玩。要去做十八彩，当然也是可以哦。那新的商队集训也上架了。那目前的话，双人模式的玩家已经可以用蓝图建造了。那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双人蓝图或者是双人建筑出现哦。那其他的新规则，目前莱文士郊区可以开始钓鱼了。那交易之城3级就可以使用了。首先我们出的新时装哦，勇气风范。谁给的勇气做出这尺度100%的动作啊？好吧，这次的动作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啦。那时装的东西一样见仁见智。不过这次男生时装我是觉得还蛮 sharp 的啊，有兴趣的小朋友们，有兴趣的同学们，买起来，买起来哈。啊，我就没兴趣，我就不买了。好，再过来，我们的专业试炼有开启了，有空可以去解解哦，拿一下我们的集训奖牌。那再来开春礼的话，每天会有不同的任务，那大家有空解解。幸运夺宝重新开放，这次的夺宝还算是贴界良心啊，因为竟然把典藏橱装可以保底了，不过要抽1200次。所以总共要好，脑袋当机中，所以先让大家看一下，这是幸运夺宝的几率哦。背包是 0.52%， 所以平均200抽会出。我总共要抽1200次啊，大概要，我没有算错，应该是6万小太阳吧？6万小太阳必得。必得我们的典藏图层啊，那这个东西见仁见智哦。如果真的你们一直抽都抽不到的话，是可以考虑啦，是可以考虑哦。不过这边我这次幸运夺宝的内容物啊，我就没有什么我需要的。那幸运夺宝的内容物有什么呢？幸运夺宝内容物有我们重新返场的奋进号背包、跟彩虹独角兽礼盒，还有我们的深红战甲、跟榴弹炮，还有95步枪。我们音浪前线的异色版时装啊，也在我们的夺宝礼盒里面哦。不过这个异色版时装一样见仁见智哦。如果喜欢音浪前线的话，不要错过。再过来，我们新的建筑台合成配方有开放了，新的罗马式建筑跟之前的中式建筑都有在放在我们的建筑合成台里面。那接下来是每23小时可以免费一次合成哦，这个机会记得把握。好，再过来我们集训部分的话，壁炉跟圣诞树返场哦。那我们的新家具返场可以在我们的家具店这边看到。窗户我是觉得还不错，还会有透光的效果。那至于壁炉的话，这个壁炉我个人就没有这么喜欢了。那一样，这种东西也是见仁见智。如果喜欢的小伙伴们，还是可以自己去买哦。好，以上就是这次的改版内容介绍。那等一下我们就去圆心城，让大家看看新的圆心城的改版。好，那这次是我们的夺宝骑兵哦，可以获得血钻石、上雕血钻石，那可以在雷德兄弟处用血钻石换取珍贵的奖励。那圆心之主之后可以获得很多神奇的道具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血钻石拦截密宝猎人可以获得，那召唤空投可以获得哦。然后漂流法也有可以获得，自动贩卖机也可以获得，还有我们的气球物资箱哦。那这边其实最简单应该是找我们的气球物资箱。那这边蓝色点就是我们的雷德猎人吗？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跳斩武士跳斩在手，天下我有啊。来，这边的僵尸好像拿刀砍好像没有比较痛呀。欸啊，我们的雷德不是说在这里吗？怎么看有影没人呢？哦，在这里哦。
雷德兄弟这边的话就可以提交纪念币哦。那这边的话，纪念币可以换取一些相对应的物资，可以换纳米二啊，可以换保险箱啊，可以换透视仪啊。那透视仪可以看到对方的内衣裤哦。你只要有透视仪，就可以知道对方的内衣裤穿什么颜色的，那效果还不错哦。这边开箱子，我就拿到一个透视仪了。那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苏打内裤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趁大空的讲干货，要 不然透视仪的效果是什么？能跟我讲一下？我没有玩过啊。大家三局凝固剂哦。哎，不是啊，都讲透视仪了，这不是每个男生的，这不是每个男生的梦想吗？那个。哎，你要跟我打架吗？我现在是武士哦。啊，怎么有人？哎，空投枪，抢空投就杀哦。讲真的哦，抢空投就杀哦。我跟苏打，哎啊，苏打条都卖抢空投的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买机车就是用在此时。Go，土豪的享受就是不一样。来来，各位空投枪抢起来喽！哇靠！我这个有谁可以跑啊？我们这个骑友都卖抢空投的，这个太凶了、啊。土豪就是不一样，土豪真的是不一样。出了吗？在哪里？没有下，没有下蛋，没有下蛋。下在哪？我靠！下在大学，下在高中。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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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远，有点远。完了，我太久没来远星了，会迷路，会迷路。哇，那我不知道他会抢到、欸，哎，不知道抢到抢不到。还没。他被我碾过去，我刚把人家撞倒了，我怎么那么坏？让我们再看一次，打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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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拉满的。林北马是武士啦！好，哎、欸，啊，怎么换枪了？啊，卡西法，狙，手打开，我掩护你。碎啦，手打80个，手打那个乐园，乐园，乐园。哦，武士就是不一样了。对面就抱歉了，请你回家吧。你有没有血钻？没有，捡十八财，捡十八财的，抱歉抱歉哦，捡十八财的就跟你们说声抱歉哦，因为没办法没办法，非常时期非常手段，见人就杀。哇、哦，苏打太凶了啦！不要这样了，不要这样了。波多野结衣 Hunter 的这个是同伺服器不打，同伺服器不打，其他伺服器的看到就杀了。同时武器也不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没有没有没有，做人不需要这样子啦，做人不哦，开个斗鱼脑的。没有啦，同时武器的别杀啦，采集玩家就算了。有气球吗？找看看有没有那个气球箱子。哎，那个贩卖机有在卖，听说贩卖机有在卖血钻，我看一下。有礼盒哎，用新币买哎。特别供应，特别供应，对啊，右边有个特别供应，用新币买。啊，抢空投箱啊！我说过啊，有人抢就杀，10个，我再拿10个，我92了，可以，可以，可以。重点是完全没有气球啊，还是气球箱子会出在其他地方？因为以前气球箱子只会出乐园啊，可是这次乐园没有看到哦，看到看到，打掉了。你看你看，哎、欸，这里这里这个这个，我这有这，说到我这边有个，我这边有个。我想说先，你先抽100啊。这很多哎、欸，这一个有5个哎、欸。哎、欸，有5个哎、欸，真的不少哎、欸，箱子一个5个，那很快就有了。哎、欸，这样乐园守好，其实要捡到100个也很快啊。这个3个而已，所以还是也是有点随机给，他不是不确定会全给。目前开是开5到3个，1分钟就能买一次哎、欸。对啊，啊你就你这样买，你只买你在乐园买，然后再加上那个、啊，107个透视镜的效果，可以看到对方身上有几个那个，
几个那个血钻，血钻的数量。你十几二十个人进来，基本上都快包钱包场了。哎、欸，哇，成！哎、欸，苏打有个好东西，你先还，我等一下开这个。这个会很嗨，这个开了全地图都知道，跟抛头像一样的东西。哦，休息中，哎、欸，他会休息耶，这个很明显无法解哦。十分钟开一次。不是，这个明星太不巴结了吧？他现在竟然跟我说休息中哎、欸，明星也要休息的。我靠，这个明星是我看过最不认真的明星了。这边，走过头。好。看有没有其他人过来，这个看到我就直接打了。我觉得模拟器线其实还算挺和平的、欸，感觉没人要过来，感觉没人要过来。三十个，哎、欸，还不错哎、欸，这样开有三十个。行、哦、喽、哦，那你差我这样子，我看一下。哎、欸，不知道哎、欸，我刚换四十几个嘛，还因为我刚才差三十个。哎、欸，不打就算，不打没打就算了。你看，然后他要受伤害。哦。361。哎、欸。我靠！我砍他一六多而已。46。满了，走吧。哎、欸，我们看一下可以换什么东西啊？可以换进阶礼盒箱，换二级元件，或者是初阶进阶礼盒箱。那我觉得，对、欸，哦，龙瑶，龙瑶不要靠近啊！我们现在是今天是喜爱的风采啊，今天看人就砍哦。那这边一天只能换，可以换几个？可以刚好换五个啊，那就把那个初阶礼盒买一买就好了、啊。如果有钱的话，可以买高级进阶礼盒。我买高级的。有钱人，好了，我买个高级的啦，我再回家开看。然后我剩下换奈米二好了。搞笑，只有四颗钻石而已，不需要了。远星的火箭筒可以带回家，真的假的，冰冰？哇，可是这个只能远星城在用，这個、只能远星城在用。血钻可以干嘛？血钻可以换取到一些宝箱跟物资。那你看你们要换什么宝箱跟什么物资哦，以你们个人为主。那我这边换到的是这个、哦，我这边今天换的是高级进阶礼盒跟我们的初级进阶礼盒哦。那这边的话，我来开看看、哦、我们高级进阶礼盒获得什么东西哦。二级防御元件，然后这个的话，初级的话，哎，换到金石而已哎，我今天运气好差哦。没有好东西，大概就可以换这些东西哦。那以上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是简单人生，我们下次再见。